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个数式当中，任意取三个数式出来，这每个被取到机会一样，得这三个数式和为奇数，好不好？取三个数式出来，和为奇数怎么算？和为奇数。那老师想请问一下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当中全部几个数式？九个数式，奇数有几？奇数有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，偶数有二、四、六、八，行不行？好，从这九数字当中取三个，告诉我全部是几？七的九取几？三。五要什么？这三个数字相加是奇数。哎，这三个数字哦，你算观察一下，这三个数字要么就七七七，对吧？哈，要么就是啥？要么就七七偶，要么怎样？要么七偶偶，要么多少？偶偶偶，对吧？哈，所以三个数字的组成形态，要么三个都奇数，要么二奇一偶，要么一奇二偶，要么三个都什么数？偶数。老师问你，怎样相加会奇数？啊，偶加偶加偶一定什么数？偶数。偶加偶偶数加上奇数什么数？奇数。偶数没问题，奇加奇偶，偶再加偶偶数。奇加奇偶再加奇，偶加奇什么？奇。所以说相加是奇数的几种形态，有这两种形态。哪两种？第一种形态，要么三个都什么数？奇数，对吧？齁。要么三个奇数，或者怎样，一奇二偶，行不行？所以说三个数字要相加起来是奇数，有这两种形态。来，首先三个都是奇数，从五个奇数当中挑三个，一奇二偶，一奇五取一，二偶四取二，是出来了。之后麻烦你把它算出来，七的九取三，算出来是几？八十七。四，这样行不行？五取三是几？十。五取一是五。四取二十六。五六三十加十，四十。所以说约分约掉，好不好？用几约分？四约分。二十一分之几？十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